瑞士花笛啊，又到了大规模教程时间，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个雪地前行。好的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开始吧。首先在跑这张路的时候，我们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我们在选择上坡，而不是直接就从这个地方上来了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要从这个地方，从这个地方沿着它的那个上坡的轨迹上坡就可以了。啊，好，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弹射环节，有我们的投篮，在大概是在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在这个位置的时候进行弹射。好，我们弹射很成功，然后记得落地，落地之后切换出我们的车。然后在雪地前行这张图的时候，我们什么时候拐弯呢？在这个位置，在这个位置的时候进行拐弯，哈，在这个位置进行拐弯，然后把方向盘打死。但是不要记得，不要松开，不要松开加速。然后前面的话，然后躲避障碍物以及我们的车不用腾空就可以了。跟着赛事的检查点直接过去就行。记住一点，就是这个是刹车，我们的刹车只需要按一下就刹车就行了，不要一直按着就行。一共有两条路可以走，可以走这边也可以走这边，但是我们推荐是从这边，而不是走这边。当然这个坡道你可以选择从这边多绕一下再过去，也可以直接走过去。其实两者之间的差距我没有测试过，但是相对来说左边这种方法会比较复杂。大概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我们就 jump， 就跳一下。记得把我们的车头往下压。当我们到达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往这边走，就不要往这边走。然后在这边走的时候，松开我们的加速冲刺，然后我们的方向盘要往右拐打死，就像这样。像这样松开所有的键，但是要记得带上我们的方向盘。这边路线按照我的跑法就可以了，躲避障碍物，学习一下跑法路线就行。
记得在背坡之前使用完我们的冲刺条。好的，本期教程结束，我是花迪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